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黑框眼镜，我是冰恋，欢迎各位回来空洞骑士的圣朝冒险。上次我们正在单挑假骑士，我们最终是否能够打败他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吓我一跳！哎，没有逼到角落的啦。没有逼到角落的。没有逼到角落的。哎，我的灵魂，我那个碎掉了怎么办？没有这么狠的吧？不先打不死。哎，怎么又要重打、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为什么一口气打掉我两条？等，这发生什么事了？是我变得比较脆弱吗？没有啊，一般怪还是打掉一条。啊，我死的地方在王冠，所以我就捡不。不去了，伤心难过。你怎么有武器？怎样？你怎么有武器？怎么打？你有刀哎、欸！不打你！我是不是在撞枪期？好，我去，去，我去。那个怪怎么打、啊？但是他是告诉我不要去那里，你还打不赢，硬要去偏要去的，有够任性！这怎么回事啊？他告诉我不要去那里，请往下走，还是单纯我手残？我手残。再见，跟你打。啊！哎，这真的不太好打。我走，我走。
不起，我走。怎么那么苦逼啊？我现在是被赶到哪里去？又没有地图的地方。非常好。我是不应该在这所用到那个，那说明是打王。你这好美哦！又是你，看到你真的心情很不好。哦，上次中过这次还中。我跳上来，没有什么。哦，这里是不是我来过？哎，那个边我走过吗？边度没有哎。好吧，这是一个进不去的地方。不开心，把这东西都拆掉。我们砍光，用砍光。不是。这是要打王的节奏吗？哎，这是蚊子王，格鲁兹之母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哎，这样子。哎，我过不去啊。不行，太困难了。今天的冒险就到这边咯，感谢各位观众的观看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请按一下喜欢，也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粉丝团会随时更新我们的直播讯息和影片发布状态。我是黑框眼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